人世间最亲密的关系莫过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，这是所有人际关系的基石。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套父母之道，随着社会急剧的变迁，社会形态、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的改变，父母教育子女的观念也在面临着重大的考验。21世纪的父母之道需要我们一起来探讨和学习。适逢名家论坛开播3周年，值此之际，我们将有幸在台湾的曾志强教授及其夫人刘君正教授的亲子关系中，敬享父母子女间的信任和亲密，感受生命中的踏实与温馨。我最大的成功，我可以说是一个资源的角色。父母应该是为家庭负起100%责任的人，亲子关系只要能够大家一条心，用各种方式来表现，都是可以接受的。各位好，我不敢不承认，我们中国人是有一点重视儿子而不重视女儿。如果我连这一点都不敢讲的话，那就表示我在规避某些事实，这也是不好的现象。我倒是想跟各位分享一下，为什么中国人会特别重视儿子，它是有它的道理。这个道理今天会不会改变，我尊重各位的选择。全世界的人都追求一样东西，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例外。全世界的人都追求永生，因为人的生命是很有限的，谁都不愿意说在短短几十年然后就走了就算了，谁都不愿意，总想留下一些什么东西来，最好是身体能够永生。你看历代很多帝王都是为了追求永生而做出很多很多的事情，民间也是不断的追求永生，主要就是我们有限的生命想让它无限的延长。我讲这是人类共同的一种愿望。西方人追求永生，他是走神本位的路子。有一句话各位很熟悉，信我者得永生，你只要你相信我你就永生了。所以为什么你要相信上帝，就是上帝说你相信我你就永生。他们走的是神的路子，中国人不太相信这种事情，因为我们根本不太相信神，我们走人的路子。我们真是很高明，我们知道你只要活在大家的心中你就永生了，大家都记得你，你随时有生。你看孔子到现在还是活着，为什么？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，他就永远活着。只要大家心中有孔子，孔子就永生了。只要大家有关公，关公就永生了。中国人最高明就是说你要想办法去活在大家的心中，这样各位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很重视心连心，心比心，你心中有我，我心中有你。为什么？就是我们想永生，只要大家都记得你，你虽然死了跟生的一样。你看我们为什么家里头会有祖宗的神位，就是祖宗已经过世了，但是他永远活在我们这些子孙的心中。这是外国人很不了解的地方，外国人心中只有上帝，他没有别人。我们心中没有上帝，但是我们心中有我们记住的那几个人，当然祖先是最优先的，因为我们知道祖先不会害我们，祖先帮我忙都来不及的，张总害我。那耶稣就不一定了，因为耶稣可能讲英语的，我英语讲不通，那我就跟他沟通呢？我不会这样想啊。一个人怎么样去活在别人的心中？怎么样？我们就走出3条路子，
叫做三不朽。我们在找三条路可以活在别人心中，一条叫什么？叫立功。你看国家有需要，我呢勇敢杀敌，我立下大功劳，然后生生世世大家都记载我的伟大的事迹，就记着我了。历史上很多民族英雄他是靠立功，我们后代子孙永远记住他。可是立功要有机会啊，立功没有机会你也没用啊，对不对？你看看文帝的时候他是不重视武功的，所以那时候只有文才好的人才有机会为社会做贡献，武功好的根本没有用，因为汉武帝他不重视武功啊。所以当时有一个那个武功非常好的人啊，然后等到汉武帝上来以后就开始比武了，一看哇你了不起，你这种武功为什么没有重用你呢？所以汉武帝就跟他讲，哪一年匈奴来打我们的时候我一定用你当大将军。可是匈奴一直不来打，那你也没办法，你不能说为了表现就去叫匈奴来打我们呢。等到匈奴要打的时候，汉武帝记起来去传他，他已经卧在床上准备死了。人的生命是有限的，机会是不一定在你有生之年会来的，所以叫做生不逢时，你也没有办法。所以一个成功的人他有很多是靠机会的，不完全是凭个人的，所以不能骄傲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立功要靠机会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我立言呢、啊？你看很多人都想写书啊，都想创立一些言论啊，就是想立言啊，可以把你的文章啊传到千古。但是立言更难，你看每年出多少本书很快就不见了，只是制造一大堆垃圾而已。文章是千古事，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写的。但现在呢，随随便便都在写，写到最后偷偷拿去切成碎纸变成废纸，然后浪费很多资源。这个还算是好的，好像书被毁掉还算是好的，留下来害人那更惨。以前我们只知道说地狱有十八层，现在我告诉你地狱已经有十九层了，就是专门给这些老师去住的。你乱教嘛，你误人子弟嘛。所以你如果有机会到第十九层地狱去看呢，一个声音都没有，因为他很后悔，那些被关在十九层地狱都很后悔啊，就是我乱讲话害死很多人，今天在关在这里、啊、你还敢讲，你再讲讲看。立言是何等重大的事情，不是说拿给麦克风了就可以随便讲了。但是我们呢，我们今天都在乱讲。好了，立功我没有机会，立言那么困难，那我立德好了吧。所以为什么中国人都告诉你要修养修养，就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的，每一个人都可以立德啊。立功很难，因为不一定有机会。立言很难啊，你看2500年才出一个孔子，你还能怎么样？那立德总是大家都可以做吗？这样各位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特别重视品德修养，就是你可以掌握你自己，你好好做人，你好好做事，一切凭良心。那所有人都说这个人修养很好，那你死了以后人家还一直念着你，你就永生了。但是很多人看到这以后他是觉得三不朽很难，真的很难，所以他就开始反弹。你们是有办法的，你们可以立功，你们是有学问的，你可以立言，你们环境很好的可以修养品德，我呢我都没有啊，那怎么办？最简单就是生个儿子，
因为儿子永远记住爸爸，只要儿子记住爸爸，他就永生了嘛。我们也永生在别人身上，我永生在我儿子身上就够了嘛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在乎子女心中有没有父母？我们非常在乎。如果子女的心中连父母都没有，这个父母就白生子女了，他一辈子没有办法永生。你看全世界只有做中国人的祖先他是永生，永生在哪？永生在自己子孙的心中，因为只有中国人家里有个神主牌，那神主牌就是祖宗嘛，祖宗永远跟我们在一起。可是我告诉你，我们拜祖宗只拜到七代，七代以上的祖宗我们也不拜。我觉得中国人很高明，因为我们了不起懂知道七代的事情呢，七代以下的事情我们怎么知道？那跟陌生人一样嘛，就不拜就拿走了。有的甚至只拜到三代。所以中国人不是迷信，而是我认识的祖宗我拜，我不认识祖宗我拜什么呢？为什么要拜呢？那就是形式嘛，那就是迷信嘛。拜不拜祖宗其实不是很重要，你心目当中有没有祖宗的存在你才重要。所以为什么中国人一生一世的目标就是这一句话，这是外国人始终搞不清楚的，叫做光宗耀祖。光宗耀祖，因为我们几代人呢、都没有什么好的表现，所以我们最希望我们的子孙当中有一个有特殊的表现，然后他就使我们光宗耀祖。你慢慢会感觉到西方人成功只是他个人的事情，中国人成功不是，是一家人的荣耀。所以为什么中国人一当了大官，他第一个一定要回家去祭祖，就是给邻居看看我父母当年很辛苦，今天把我栽培成来的，就是这样而已吗？还有什么呢？为什么一个人赚的钱一定要回家把祖屋把这个祖坟修一修，把这个祖先留下来的破烂房子把它重新盖大一点，干你什么事？光宗耀祖。这样你慢慢会了解中国人为什么会这样做的原因。一个人一生再怎么辛苦其实都无所谓，只要你的子孙不会忘记你，只要你的子孙永远记住你，他就怎么样？他就不愧于此生了，他就不愧于此生。我希望各位了解，中国人不立志做大官，不立志赚大钱，不立志有什么远大的目标都没有。中国人一生一世只追求一个目标，叫做求得好死。这是我们跟外国人不一样的地方，外国人没有一个人说求得好死。你去读外国人的书，他都告诉你做人要怎么样，做人要怎么怎么。中国人不会告诉你那些东西，因为我们不能勉强你嘛。我们是鼓励你去做大官，万一你不想做呢，那不是勉强你吗？我们鼓励你去赚大钱，万一你不想呢？中国人从来不勉强任何人，我们只告诉你做人要求得好死。所以你看我们骂人骂的最难听，就是这个家伙不得好死，只要不得好死你这辈子全完了，做大官不得好死也完了，发了财不得好死也完了，你是发明家不得好死也是完了，统统完了。什么叫做不得好死？就是死得心安理得，就叫得到好死。很多人不会解释说不求得好死就是不生病而死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人吃五谷会长百病，没有一个人不会病。死在战场上也是得好死，军人的好死就是死在战场上，死在医院里反而是不得好死。
文人读书读到脑充血，写文章写得气死了，得好死，死得其所，死得其时，死得很体面，死得没有挂虑，死得问心无愧，死得心安理得。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，我们不强求。很多人不了解中国人，以为中国人很勉强，子孙要做什么，我们从来没有。所以一个人，你一定要常常记住，不要让父母丢脸。我觉得做子女的，你读书好不好其实无所谓的，你有没有什么技术其实也无所谓，有又怎么样了？你说赚钱很多，赚钱很多又怎么样了？你心目当中有父母，你不要让父母丢脸，这是中国人最大的要求。我慢慢在说我们中国人跟西方人的不同的地方，只是提供各位做参考。你到底要学西方，那你就去学了吧。你要做中国人，那你就照中国人方法。子女心心念念，不要丢父母的脸；父母心心念念，要把子女栽培成才。至于将来他有什么成就，那我不强求，我不会去强求。因为你强求子女，你自己也不得好事，那么糟糕了。各得其所，各得其安，各如其分。啊，每个人都不能勉强别人了，怎么可以勉强别人？儿子可不可靠？儿子也有不可靠的。你生的儿子专门在骂爸爸的，生的儿子专门在外面讲爸爸笑话的，多得很呢。所以为什么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？就是说你既然是人家的子女，你就不可以在别人面前骂你的父母，不可以，因为你心中有他嘛。一个心中有父母的人有几件事情：第一个，在外面不敢乱做事情，不敢为非作歹，看到地上有钱很想捡回来你也不好意思，为什么？不是我的问题，而是我父母的问题。看到一个小孩子手上拿了一个很好玩的东西，你想把它抢过来，你不敢抢，为什么？不是我的问题，我父母的问题。因为我这样做，我父母会难过，我父母会蒙羞，我父母会丢脸。这个父母比法律还重要，因为他父母会跟你一辈子，法律警察不在的时候，他就抓不到你啊。西方人是相信法律的，中国人是相信父母。父母还不够，后面一大堆祖先都在这里，祖先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，我们永远不能违背祖先的遗训。我们要为这个家族争光，而不是我自己。我自己算什么吗？我自己没有关系嘛。西方人是为自己的，中国人是为整个家族的，这不太一样吧？我为什么要争气？因为我们家已经太久没有一个有表现的人了，我再不表现我们又要下去了，所以我要争气一点。我是为整个家族我来努力，我不是祈求我个人的名利。所以中国人一边面告诉你要淡泊名利，一边面告诉你要争气，力求上进，它是有道理的。一个是为个人，一个是为家族。我们很多事情不敢做，不是怕警察，不是怕法律，而是怕父母难过。父母也是一样啊，父母为什么不努力工作？为什么要受长官的气？为什么在社会上不敢跟人家斗？就是因为要顾虑到子女的发展啊，我不能自私啊。如果有这样的一种氛围，那这个亲子关系自然就不一样，父子就会一条心，不会两条心。我们中国是从历代以来都是一条心，都是一条心。我们跟别人也许不是一条心，但是跟自己祖先永远是一条心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到时间就要祭祖？为什么要祭祖？
就是唤醒子孙呢，说哎，我们的祖先还在，你不要轻易的去违背他们的交代，他们的遗训。那么这整个就叫什么？就叫家风，就叫做家风。外国人是无所谓家风，有什么家风？啊，中国人有世家，哎，这是世家。世家是什么？就是这个世，他们家比较势力大，啊，比较有办法，就叫世家，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。你一切往合理的角度去解释，它就很合理；你往不合理的角度去思考，它就不合理。所以我再说一遍，中国人事情没有好坏，没有对错，没有是非，它只有合理不合理，对不对？你合理的世家有什么不好？合理的家风有什么不好？哦，你歧意思就欺凌别人，那就不好了，那不合理。任何事情到了中国社会，完全看合理不合理。不讲实在话，很合理，你就不讲实在话，不算欺骗。不讲实在话就是骗人，那就是不合理，不合理就是欺骗。我常常举一个案例说，你的小孩来告诉你说，妈妈，你阿姨来找你，你会不会这样讲？赶快去告诉他，说我不在家，你会不会？会呀，怎么不会？因为当你不想跟他见面，就告诉他我不在家。那你明明在家嘛，这算欺骗吗？那如果这就算欺骗，那人不要活了吗？我再说一遍，我们不可以欺骗，但是小孩经常被大人搞得莫名其妙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一天到晚叫我不要欺骗，你们自己在干什么？然后我们又说要以身作则，我们完全自相矛盾了，完全讲不通嘛。亲子关系要很和睦，要大家将心比心，儿子会知道爸爸这不是骗人，而是他现在不愿意跟李叔叔见面，所以叫我出去告诉李叔叔说他不在家，这个不是欺骗。然后妈妈现在不愿意看到这个阿姨，所以他才会讲去告诉阿姨我不在家。那我出去就讲得像一点，说阿姨呀，我妈妈临时有事情出去一下，她现在不在家。不是啊，现在小孩不是这样啊，因为现在小孩受了一个诚实的教育以后啊，他觉得妈妈不可以骗人，所以他就出来说阿姨我妈妈在里面，叫我出来告诉你说她不在家，你要找她进去找她，她在里面。那你算什么子女呢？大家慢慢去体会这些事情，我们现在整个错乱掉了，我们整个错乱掉了，因为学校所教的跟我们中国人想法是不太一样的，因为学校的教材都是西方来的，都是翻译过来的。你去教成美国人可以，你要教成中国人很难，搞不好神经会错乱的。但是我们现在建议各位，女儿跟儿子其实一样好。以前因为我们资源很贫乏，受教育的机会实在太少，所以才会优先让儿子去受教育，那是以前的状况。现在没有，现在只要女儿争气，她照样可以受教育啊，那照样懂得很多啊，她照样可以跟父母有很好的沟通啊。其实有女儿的人都知道，女儿比儿子经常更贴心。为什么？因为同样年龄呢，大家要注意这点哦，同样年龄呢，女性都比男性要早熟一点。所以我们以前为什么幸运的人，幸运的男人要找一个妻子要比你大几岁，你才是幸运的。因为他会照顾你嘛，对不对？我倒建议各位把观念调整一下，有儿有女不如好儿好女，这样就对了，你就永生了。有儿有女算什么？天天气你，我常常讲，我们天生就是一个专家，我们不用学就是一个专家。子女是天生的专家，什么专家？就是气妈妈专家。你看，你从小什么都不会，就会气妈妈。这小孩一落地，小孩一出生，他就专门气妈妈，你有什么办法呢？这天性嘛。
一天到晚黏妈妈。所以有时候你说你要尊重你的小孩，那小孩没停的，妈妈妈妈做什么他就妈妈妈妈，他不喊你走，那你完了，你什么事都不要做了。哦，你说妈妈不能发脾气，那妈妈不是人了、啊。其实我们两个都发脾气，我跟我太太都发脾气，因为我们是人啊，对不对？我那人一发脾气，我女儿不高兴，我会怎么讲？给各位做参考。我说女儿啊，妈妈讲你这么几句，你就不高兴了，是不是？那好，以后你长大要不要去找工作做啊？你的老板讲话比你妈妈还难听呢、啊，我跟你讲。你现在习惯你这种难听话，你将来比较不会受罪、啊。他听懂了，谁不发脾气？讲那么好听，脾气一来，谁跟你讲理呀、啊？你讲那么好听干什么呢？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做好父母，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变成好儿女，因为不同的表现，人有个别差异，不能求其同啊。我们要欣赏每一个小孩的特性，要尊重每一个小孩的选择，但是不能放任他自由，不能。然后我们也希望大家，既然把人家生下来，就要把他教好。但是我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，所以我会请别人来帮忙教他。有时候透过别人来教小孩，比自己教小孩要有效得多。孔子说要义子而教，要义子而教。然后你去教你的小孩，你瞧就是不听嘛，你把他怎么样，你把他打死了，我就不相信。他比较会听别人的话，比较不听你的话，因为他跟你很亲嘛，他知道你也不会怎么样嘛。尤其你说爸爸不会打你，那他更是有恃无恐，那你划不来。所以我们要有几个好朋友，他可以帮你教你的小孩啊，特别到小孩长大了以后，有很多事情他不方便跟父母谈的时候，你就要透过你的朋友。我儿子最近碰到什么事情，来来来，帮忙跟他指点指点，开导开导，很有效。那你去开导他的儿子，他来开导你儿子，有什么不对？没有什么不对。角色扮演，角色转移，但是不能角色混淆。所以我们今天的要点就是子女心中要有父母。那父母怎么样教导子女从小就心中有父母，这是中国亲子关系一个主轴，这不是西方人的观念，西方人他不在乎这些。谢谢大家。